要开始你就跟我讲一下。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够一起来谈，今天谈一个专题叫如何挽救下一代的信仰。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现在的科技，虽然实体上我们会有诸多的限制，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科技都为了实践神的国，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使用网络，我们还是可以上课。我们今天要特别关心我们的孩子活在科技的时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要怎么样把真理能够继续传给他们呢？求主给我们有智慧，帮助我们要成为忠心的仆人，能够想办法能够把真理传递给下一代。愿主赐福今天所有上课的弟兄姊妹，圣灵做我们的老师，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都知道箴言22章第六节，就是你从小，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走的道，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都不会偏离。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人的信仰最重要的是他的儿童，从小。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一代，我们不管怎么做，其实对魔鬼来讲没有什么威胁性的，因为你再会做，做到你走了就没了。所以魔鬼也是有脑袋的，他没脑袋，他也没那个胆子来跟上帝对抗。魔鬼就我们跟下棋一样，魔鬼想说没关系，你们热心无所谓啊，只要你不要你的孩子比你还热心就好了。那这个是他最有威胁性的。所以如果我们一代比一代更虔诚、更火热，那魔鬼就无计可施。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但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阻碍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孩子不来教会？很多朋友说，有吗？我的孩子还去耶。我们可能要看一下统计的数字，全球教会严重的老化，这已经是最近这10年来的一个教会界里面最引人关心的话题了。而这10年来教会的衰退只是更严重，而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这个就跟人口高龄化也有关系。好，因为我是从台湾来，台湾这两天我最近帮论坛报写一个社论，他们请我来写这个主题叫生不如死，说现在台湾的状况还有整个亚洲都是生不如死。什么意思？就出生的人不如死的多，出生率，我那个年代大概以台湾为例，但是其实全球大概也都差不多是这样的趋势，一年是40万个新生儿，40万。那你想想，我那个年代很穷，很苦，但是大家还是敢生，因为经过了世界大战，我们发现年轻人上战场都死了。所以那个时候剩下的老人家说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生，赶快加工，赶快继续生产。所以那个年代反而在最贫穷最不好的时代里面，反而那个时候大家生，现在是一年40万。好了，等到现在国泰民安，然后科技进步，像我们在湾区很快就会有无人驾驶车了，都已经到这个年代了，我们突然发现活得好累啊，不想生了。所以台湾最新的统计，出生率是一年只剩下大概15万，15万到18万是这几年的趋势。前几年从40万掉到20万，曾经媒体曾经报道，因为减半。但这几年，这个趋势一旦形成，就不会停止了，它就人数继续往下掉，15万，而台湾去年死的是18万，所以只生15万，死了18万，这叫做人口减少。
所以这个是新的一个定义，叫生不如死。那么这种现象也会带来活着的人未来生不如死，因为少子化，学校关门，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你要找到各行各业服务你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都是高龄化，都是老人。所以将来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说变成生不如死？因为老人年金也好，退休金也好，健保也好，所有这些制度都是要靠有新来的人口，年轻人赚钱来 support 这些系统。可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会不会有一天这个退休这个制度这个系统倒闭了呢？有可能的啊。所以我来美国没有多久，就有人警告我说，刘牧师，你可千万不要想着你在美国，你太晚来了哈，我才来七年。他说你不要想着等你退休以后你会有退休金哦，我要跟你讲，不一定哦。 OK， 好，所以我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全球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全球都在面对高龄化、老化，教会当然不例外。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过去这么多年来，教会的年轻人大量的流失，几乎你一个人在教会50岁，你是年轻人。这就是现在教会的现象，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年轻人不来教会？我告诉你，第一个原因跟教会无关，是整个社会传统价值崩解了。传统的价值，教会呢，就是坚持真理，坚持绝对的真理的。所以当整个社会的传统价值崩解，教会就被连累，人家就觉得我不要再去教会了，因为那个是老一代的，那是上一代的，他认为那是古老的，他认为那个是不合时代的。哇，教会不小心，真理是不受时代影响的，但是我们被贴了一个标签，说我们是不合时代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年轻人就不来教会。那其实不只是教会，包括学校，包括职场，整个社会全球的这些价值观都在崩解。所以传统的这些道德观，尤其教会算是高道德标准，都被贴一个标签叫封建落伍。第一个原因。第二个，跟社会无关，而是教会本身也已经僵化。那这个也不奇怪，因为耶稣的时代，耶稣就责备法利赛人说，你们实在太僵化了，你们一直指责我不守安息日，不洗手，不这样不那样，但我来不是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律法。所以自古以来，教会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就是只要不照传统就是废掉律法，就是离经叛道。但请问耶稣的解释是什么？耶稣说，我不是要推翻这些传统的教导，我是要成全。那怎么成全？耶稣的观念说，新酒装在新皮带，这样两样就都保全了。新酒装在旧皮带，旧皮带会受不了。耶稣没有鼓吹革命，耶稣没有鼓吹对抗，耶稣只是鼓吹你们要不断地做出新的皮带。而且耶稣说，新的观念不要给旧皮带，这样旧皮带会裂开。所以耶稣并没有讨厌旧皮带，耶稣是在保护旧皮带，因为这个旧皮带当年也是新的，你不能喜新厌旧啊。所以耶稣最后那句话，两样就都保全，酒也保全了，皮带也保全了。怎么做？就是要不断的，我们要制造新皮带来装新酒，旧皮带装旧酒，两样两个系统并存。但是教会似乎从耶稣的时代直到今天，好像我们还是学不会这个功课，我们还是觉得照表抄课，照本宣科，这叫做成全律法。其实错了，你越这样做
你越是在破坏那个原本的真理，你越这样做只是让那个旧皮带破得更厉害。要用新的思维实践旧的道理，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所以教会本身过去的僵化，我特别用了这样一张图，因为我去很多地方讲到都是华人教会借洋人的会堂，然后我有的时候也会提早一点去预备，那就会卡到洋人，因为人家的会堂人家用完才轮到我们用，所以通常华人聚会都是接在他们后面。我有很多次就提早到参与一下前面的洋人的聚会，真的是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不来，因为整个做礼拜就是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坐下，就一直在执行这些礼仪，念固定的每个礼拜来念一样的东西，甚至有一些牧师的讲道也是拿一本手册就照着这么念。我心想说年轻人怎么可能受得了，连我现在60岁我都受不了，你要一个30岁的受得了，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果然那个教会，我去的几个教会看，最年轻的是70岁，平均年龄都是80岁以上。而这群信徒他们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还守在这里啊！事实上他们是的确是守住教会，他们葬在教会。所以我在纽西兰的时候他们说，牧师你不要灰心，因为今天早上你不要看现场多少人，教堂外面墓园里面众圣徒都跟我们一起在敬拜啊！因为那些会友死了都埋在教会啊！啊！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要看看得到的，我们要看看不到的啊！这也是一个很讽刺的说法，就是教会本身的确有很多的僵化，因为教会停留在传统的仪式行之有年的活动，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请各位注意，年轻人有一个特色，没有同侪就一落千丈。年轻人非常重视群聚效应，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只要有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年轻人，只要没有年轻人，就算现在不排斥的他来一次两次他也不来了。这是全世界的教会你们都要意识到的问题。你的孩子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会来，因为他没有别的，他没有不来的自由，等到有一天他可以不来的时候，如果有一个不来就会两个不来，然后就通通不来，如果有一个来两个来就会通通来，他就是这样，就像美国的政治选举赢者全拿一样的逻辑，只有输跟赢没有中间，这是教会要面对的。第三，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在神学的论述上，我们论述的方式，内容当然不可以改，因为内容真理不可以改，可是你论述的方式脱节了，威权高压的管教方式跟教条都让下一代反感。我可以举一个例哈，我们昨天在一个演讲当中，那个讲师就讲，他就讲说他曾经当面看到，在一个家庭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女儿要出门，哇，穿的是那种很现代的啊，就是比较环保，布料用的比较省的，你们听得懂啊，就是那种衣服。爸爸勃然大怒，就直接说给我脱下来，你敢穿这样子出去我就不准你出门啊！好，这个爸爸他的立场绝对是对的，他知道女儿穿这样出去很不得体，但他方式是错的。为什么呢？他强迫他女儿进去给我换掉，并且为了要让女儿知道爸爸的决心，他当女儿的面把女儿刚刚换下来那件布料少的环保衣服呢扯烂，以后不准再穿这种衣服。各位，如果在我的年代这一招非常有用，我就再也不敢了，听得懂吗？我就知道爸爸生气了，老师生气了，哇，大人生气了，
气到把我衣服撕烂了，哎呦，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我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有用，真的有用。这个时代，我跟各位打包票，不但没有用，反效果。现在的年轻人，好啊，我就穿更少啊。问题是你穿更少，你爸不让你出门啊，他不能够出门穿一套给你看，出去换一套，他做不到吗？难道你做爸爸在家里每次出门要收他包包吗？收他包包没有用啊，他把那些所有的环保最少布料的衣服都放在朋友家，你治得了他吗？你治不了他啊。他在你面前是一套穿着保守，裙子过膝，等到他跟朋友出去，只要给他三分钟上个厕所出来，露乳沟露骨沟，所有他爱怎么穿他就怎么穿。这不是谁的错的问题，这叫做时代。因为这些年轻人被他们的流行文化的影响，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你要他穿衣服要谨慎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你用的方法，如果还是用传统威权高压，不可以了。我们这些商人是最聪明的哈，所以圣经也说，你们也跟今世之子学一学嘛。圣经上一方面说我们不要效法他们，一方面又用一个讽刺的方法说，你们笨到连做生意 都不如吗？生意人都懂一个道理，同样的产品要换不同的包装，他们都懂。上一代不要那么多包装，你把包装的钱直接做成产品，我只要产品一盒，哇，这个量多大呀。现在的人里面以前一盒放100个饼干，现在只放50个饼干，因为它里面变成50包，每一个饼干都放一个塑胶袋给你包起来。我们这种年轻人觉得太浪费啦，可是现代人说他吃不下那么多啊，他只一次只吃一个啊，现代人吃的少啊，所以我一个一个的包，他要吃才打开啊，不一样的思维。所以他用精美的包装，包装一样的产品，甚至于他的成本还更降低，本来一桶100个只要放50个，他现在卖的更贵。难怪圣经说，你们可不可以看一看人家有在用脑袋耶。那句话不是真的叫我们效法世界，那句话其实是讽刺我们说，我们实在是太八股太僵化，或者我们说我们太不用心了。你看看人家为了赚钱多用心啊，所以他是在鼓励我们要态度，我们要跟年轻人，我们要有一个态度，我们要积极一点，怎么跟他们沟通。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状，教会就只剩老人家。完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有办法吗？当然有。好，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父母，毕竟把信仰传给下一代是父母的责任。小孩子不会自己说爸爸妈妈告诉我圣经，不可能的，是父母要主动的教。所以如果要挽救下一代的信仰，关键在父母。所以我第一个我要建议，全球各地的教会，我们都应该帮父母上课，让父母重新认识时代。再也不能够说，哎呀，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这些话都不要再讲了。什么时代了？真的不一样，现在是科技的时代，科技的时代，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食衣住行价值观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第一个，父母如果跟不上时代，对不起，孩子看不起你，孩子看不起你，你跟他讲上帝他就扑哧，他觉得你自己都已经是这么落伍了，我还去信你的上帝，没有说服力。所以我觉得父母一定要重新认识时代，我们不需要附和随从时代，
可是你一定要认识，耶稣非常认识他的时代，对不对？耶稣最后为门徒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耶稣说，我不叫你们离开世界，对，我只叫你们离开那恶者。所以各位，世界跟世界的恶者你要把它分开。基督徒不讨厌世界，讨厌的是世界的恶者。好，我们等一下会来讲。好，所以父母要重新认识说，到底流行文化怎么影响世界。好，我觉得教会要提供很多这样的课程，教会要教育父母怎么对抗这个时代。包括可能你的教育方式，像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我现在渐渐的鼓励我们的会友，若是可能尽量在家教育，因为你这么辛苦的工作赚钱，然后把你的孩子交给学校，一天交给学校6到8个小时，去学了很多你不认同的价值观，然后回来跟你对着干，有必要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用在家教育，用共学，用一个基督徒团体，我们自己好好的用对的方式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犹太人为什么灭亡几千年还能够复活？因为任何一个犹太人，他在家里听到的，跟教会听到的，跟社会学校听到的是一样的。我们呢，在教会听到创造论，在学校听到进化论，在家里听到投胎转世轮回，他根本他不精神错乱，不精神分裂，已经很厉害了。因为这三个地方，家庭、教会、学校或者社会，都是他躲不掉的。那他要怎么样同时生活在这三个地方？我们要提出解决方案啊。所以我觉得父母要了解你的孩子现在面对的什么。过去这10年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激烈的10年，尤其网络文化，尤其是我们从今年开始大家都听过元宇宙，所以父母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元宇宙。你一定要知道以后你的孩子他就是会这样生活的，这些都是教会要开的课。因为你去社会上，他开的课完全用商业的角度，为了赚你的钱。只有教会，我们教导你是为了帮助你知道怎么在这个时代活出真理，所以我必须教导你。我必须说，只有教会的动机是纯正的，其他人没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事情就为了赚你的钱。所以我觉得教会真的需要教育父母要跟上时代，唯有理解时代才能跟时代对抗。包括耶稣差派门徒，耶稣说，我差派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耶稣了不了解那个时代？非常了解。耶稣从来没有错估时代的威胁，所以耶稣甚至说，不要担心，在你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但是允许我先告诉你，未来的日子会有饥荒，会有战争，会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仇敌就在自己家里。就说我先跟你讲，代表我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但即便这么糟糕，我们也不用投降。那我们怎么教会也要给父母这样的论述，我觉得这是教会要去思考的事情。我们要理解他们怎么长大的，他们长大的过程，他没有看过真正的鸡啊，他只看过鸡翅跟鸡腿啊，他没有看过一整只鸡是什么样子啊。所以你要知道他长大的方式，你要知道媒体对他们的影响，你要知道现在年轻人他们在学校里面大家都觉得同性的爱情是很正常的，那他们回来就告诉你说，爸爸妈妈你们也是同性恋，如果你们生在我们的时代，你们也会是同性恋，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那这些论述，你要父母要知道媒体是如何洗脑
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理解他们的同伴他的家是什么样子，我们要理解他们怎么看世界。不讲别的地方，就讲湾区。湾区的亲子问题最大的杀手是功课，因为湾区太竞争了。所以林书豪在湾区长大，林书豪说，我高中的时候坐我旁边的人就自杀了。这就是湾区几十年来自杀都是问题，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出事情的时候大家看一下，不出事情大家就装傻。功课是亲子的杀手。华人传统的父母还活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还活在以前，拿个博士多么了不起，那是以前了。我们跟时代脱节，所以我们的亲子关系只靠功课在维系。但其实功课非常严重扼杀了亲子关系，因为孩子的时间都在做功课，他的注意力精神都在功课，他很累，他压力很大。尤其加州现在的法律对华人非常不利，因为他是有名额限制，他是你们亚裔的只能有多少人，你们自己去厮杀。因为我的孩子也正好在这个阶段之前，所以我很知道那个痛苦。请人家请专业的帮忙你孩子写大学的推荐的，然后很多会就说以前哦，这种资料拿出来就100%上常春藤的。他说现在不好说啊，谁也不好说啊，这资料看起来已经太了不起了，怎么养出这么恐怖的小孩的，这简直是神奇的。但问题是你拿出去大家都是这个 label 啊，现在是神仙打架的时代啊，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家长观念可不可以改变，有必要吗？你真的觉得这样会更好吗？我在湾区这7年来的辅导，多少优秀的孩子后来得了忧郁症厌食症，后来活得很痛苦，不是能力不够，是不快乐。为什么不快乐？因为他成长的过程跟父母的连结，跟父母的亲密，跟父母在一起的那个安全感都没有了，都被功课剥夺了。所以这种亲子冲突啊，敢怒不敢言，加上东西文化在一个孩子里面那种冲击，亲子冲突导致儿女对父母诸多不满，但是又不敢讲。那这种不满也影响了他对父母信仰的看法。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很多孩子不来教会，一方面是因为我刚刚讲的很多的原因，但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他根本不认同他爸妈的信仰，因为他跟他爸妈的关系有问题，所以他就无法认同爸妈的信仰。这都是教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所以乖巧的孩子到了青春期跟大学以后就离开教会，因为教会根本不了解他们，只在乎你们要留在教会。我可以再讲就是在湾区的一个例子，那个父母亲说好高兴我的孩子上大学还去教会，好难得啊，我的大学都已经，我的孩子到了大学人家都不去了，我的孩子还去。他说啊，好放心。孩子大学毕业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跟他出柜，说他是同志，是父母非常震撼，然后就说你不是有去教会吗？他说对啊，就是教会帮助我重新认识了圣经。你看这有多恐怖，他去的那个教会的牧师本身就是同志，所以完全利用教会在传递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到底在乎什么？我们在乎孩子出现在教会，还是我们在乎孩子活出圣经所教导的？在过去这是同一件事，现在这变成两件事。一个孩子留在教会不等于
他会实践圣经。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教会要不断的教育父母，把信仰带回家，而不是只希望我们的孩子留在教会里面。所以第一个部分，教会怎么办，就是要教育父母。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不了解孩子就是孩子流失的第一主因。为什么我们下一代不来教会？因为父母不了解他。所以教会要怎么做？教会要开很多的课程，甚至在我们的团契小组里面，我们要大量的频繁的深入告诉父母怎么了解自己的小孩。了解你的孩子现在在外面流行什么，他的压力在哪里，目前外面在性别议题的主流是什么，娱乐的主流是什么，消费的主流是什么，不了解怎么对话。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要请教会一定要重新思考，我们有没有帮助父母了解小孩。如果没有做这件事，孩子不可能留在教会。第二，我会建议教会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教会必须要规划以家为中心的活动。就算目前已经不来的，我们已经无法挽回，至少预防胜于治疗。我们至少可以在未来，现在还会来教会的这些孩子，你要确保他长大不会走掉。怎么做？要规划以家为中心的活动。所以教会在思考年度计划的时候，观念要有一些改变。家庭跟性别议题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我那个年代传福音，开医院，开学校，发面粉，我那个年代开孤儿院，这个时代不需要了。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解决的就是婚姻、性别、他们的感情，这就是现代人最大的痛苦。这是整个时代至少在未来十年内这是不会改变的一个主轴。那教会有没有准备好回应这个时代的问题？圣经的立场是需要把家庭先顾好，对不对？圣经说人若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家，不要来管神的家啊。圣经立场很清楚啊，每一个基督徒，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圣经的立场就是以家为单位，这是绝无改变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当然不是应许，可这个让我们看到了说神是要一家一家的来认识他，不是一个一个，是一家一家。那么所以教会要认清这个时代，你整个教会的运作要把教会变成家。所以我们用一个家教会的概念来讲，所以我们不能够像上一个世代，我们只是在谈神学、谈知识，那些东西已经在过去500年帮助我们奠定了好的基础。现在你要做的事情是开始修枝、开枝散叶，而不是现在还在做那些东西。那个做了500年了，够了，神学的够了。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样把这些神学的土壤从它上面能够种出东西来。时代改变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更看重教会的教导能不能够落实在家里，教会能不能够所有的侍奉、所有的宣教都以家为单位，甚至连奉献都是以家为单位。我们建立使徒行传那种天天聚会的概念，以免信仰跟生活脱节。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
主将得救的人，两个人经过这么多年，他们变七个人。如果我们五个孩子都结婚，那就不得了，那我们家就十二个人了。很可惜，我们家五个只有两个结婚啊，所以我们家算不及格了哈，五个里面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导致我爸爸妈妈两个人来生了五个，七个。再加两个媳妇儿进来，九个。如果我们家每个人都结婚，五个孩子都结婚，每个人都像我一样生四个小孩，五四二十，那不得了。如果我们家五个孩子都结婚，那就十个，然后每个人都生四个，那就二十，我们家就有三十个人，加爸爸妈妈就有三十二个。但是没有这么理想，事实上我五个孩子里，我五个兄弟姐妹只有我，只有两个结婚，然后两个结婚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生。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家已经算是良率不太高了啊，我们家已经算是折损蛮高的。即便这样，我们家现在都有十四个。我爸爸妈妈两个人来台湾，经过五十年增长七倍。如果台湾基督徒一百个基督徒照这样算的话，什么事都不做，不开布道会啊，不办营会，不办短宣，只在家生小孩，就算这样，经过五十年一百人的教会，经过五十年哦，什么事都不做哦，也应该有七百人至少。如果你们的良率高一点，一千人是非常简单的事。所以弟兄们，我们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面对我们这么积极努力传福音，但是我们的儿女却流失了，变成自己人不来，拼命叫别人来。这就是教会现在面对的，全球教会都在面对这个困难，就是我们的信仰教会跟家脱节了。如果教会跟家不脱节，你都不传福音，都不办任何活动，轻轻松松都应该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我觉得教会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不是我们不努力，是我们把信仰跟家切割。所以 我自己爸爸是牧者，很多人就说，哇，你爸爸是牧师你还敢当牧师啊，这个话本身就有毛病的，不是吗？我们应该都说，你爸爸是牧师啊，那难怪你也做牧师，这个比较合理嘛。你爸爸是牧师你还敢当牧师，可见大家都知道牧师不是人干的一个工作。所以我知道很多教会的长老在教会做长老，第一个反对他儿子当牧师的就是他，因为他当长老他最知道牧师有多难做，所以他死都不要自己的儿子跑去做牧师。这是的确是我们看到的教会界目前的真实的情况，因为
我们的信仰跟家脱节。连你爸爸都反对，你比我更热心。爸爸说：“你信可以啊，不要走火入魔。”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代不如一代，你能有什么期望？魔鬼不怕的，魔鬼最怕的是戴德生这种，到了第五代的孩子了，还在台湾的华神当院长。魔鬼说：“我真是搞不定你啊！你们这个家怎么那么难搞啊？弄死一个还来一个，第五代了还不跑，这个是有杀伤力的。”弟兄们，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儿女到第五代，我们都还在服侍中华归主，那你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真的是可以含笑九泉了，对不对？现在问题是，第二代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我都怕他不来了；第三代眼睛看不到，我都不确定他了；还第四代、第五代，那你就别做梦了。这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可见，教会如果要避免下一代流失，整个教会的运作必须要跟家一定要贴紧。如果教会缺乏这个概念，恐怕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这是第二个部分，教会要规划以家为中心的活动、团契、小组，都以家为中心。第三，教会要有新包装啊，教会要有新的方式来论述信仰。如果在欧洲中古世纪有人看见这种建筑物，称之为教会，只怕他们会动员信徒，一人拿一把火把这个异端给烧了吧。因为在他们的观念，教会一定是要彩绘玻璃啊，一定要圆顶，一定是要某一种合乎他们标准的建筑物才叫做教会。长这样你就没资格叫做教会，这是过去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教会观，我们很多对很多信仰的论述立场绝对不可以改变，但是做法可不可以更合乎让现代人可以理解、可以沟通？这是教会要认真思考。教会向来都习惯单向式教导、教士，因为我们那个年代需要教士。我爸爸做牧师的年代，主日讲台太重要了，因为这是信徒唯一听真理的机会。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林道亮院长就吩咐我们说，你们主日讲道你们要好好的预备，因为你们的这些信徒一个礼拜就吃这一餐。那我以前想说，奇怪，那这样不对啊，他为什么不要自己在家灵修读经祷告呢？对，我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我爸爸牧养的教会，我们教会一大堆人连字都不认得，他怎么读圣经？他没有能力。所以主日崇拜就变得很重要，教士就变得很重要。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是吗？这个时代已经文盲很少，第二，所有厉害的老师都在网络上。我讲一个例子，我妈妈家里有个外劳，是从印尼请来，她在台湾。每次我们回去的，以前我妈妈很会做菜，我后来发现，我现在回去我妈不做菜了，都是外劳做菜。而我现在跟我妈妈通电话说，我妈妈常常赞美，她说：“哎呀，我今天吃七个菜。”我说：“你怎么那么幸福呢？”她说：“上帝知道我以前太辛苦了，煮菜煮一辈子，所以现在有别人煮给我吃，对吧？”我说：“我们家外劳怎么那么能干呢？”我说：“所以你把你会煮的菜都教他了。”我妈马上非常轻蔑的说：“谁来这一套啊？他都是上网自己学。”
我家的外老每天在家没事干，你知道吗？他的专职就是伺候我妈妈嘛，所以他每天在家说，他说奶奶今天吃什么啊？妈说就想吃个什么，好，他就上网查啊，红烧肉啊，怎么做啊，这样他就自己做啊。这已经是我家的第二个外劳了。第一个外劳期满回印尼开蒸奶店去了，他在真的，他回印尼开一个台湾珍珠奶茶，生意好得不得了。这是第二个了。然后就在家里面，就是每天就研究食谱，非常会做菜。各位，我们都知道嘛，所有最厉害的老师都在网络上啊。所以我的孩子，我也发现我的孩子，他们很多的知识不是学校教的。学校只教他们怎么使用网络做研究，学校教的是方法，因为真正的资源都在网络上。各位，我们必须要承认，尤其我们这些做牧师的，你一定要承认，全世界最厉害的讲员不是你。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些牧师很像白雪公主里面的那一个后妈，每天魔镜魔镜，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全世界最会讲道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就是我中心，我就要做一个我是全世界最强的牧师。早就不是那个时代了。全世界最厉害的牧师，会教导的最厉害的神学家，都在云端，都在网络。所以我们要常常感谢，感谢上帝，你造了那么多比我厉害的人，是不是？不然现在我们在钻木取火嘞，对不对？按照我们的智商，按照我的智商的话，不可能有电脑的，你别傻了啊！按照我的智商，各位，我们到现在还在神农尝百草，感冒的时候大家出去吃草，然后看哪一个草好得最快啊！我们要感谢上帝，上帝造了这么多优秀奇妙的人才。这些人才以前你找不到他，现在都在网络上，你只要打个关键字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教会要更多的跟专业结合，教会要借力使力，教会一定要懂得怎么跟这个时代的新的专业来对话。以前我们开布道会一定要请神学家，现在的布道会不一样，我请一个理财专家来讲布道会，这个对传统教会来讲，这简直是荒谬。但是现代人是这样，请个神学家格里汉来布道，很多人来，平均年龄80岁。请个理财专家来讲，来的都是年轻人。理财可以布道吗？当然可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理财专家告诉各位，理财的至高无上原则就是不可贪财，最好的理财就是把财宝积在天上，为了让你在天上很有钱，我在地上教你怎么赚钱，请问会不会有人来？当然会，怎么会？怎么没有人来？教会历史当中最强的理财专家就是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走遍他当时的世界，他说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区，他到处去走，到处去走，他传扬一个理财观念，各位应该都听过，尽力赚钱，尽力省钱，尽力奉献，就这么简单。到今天这个原则还是适用的。基督徒尽力赚钱，世界说尽力赚钱，尽力花钱 ，no， 尽力赚钱，然后尽力节省，有意有时就知足，然后呢，尽力奉献。全世界把这个定律执行的最彻底的，好像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只会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基督徒。他叫巴菲特，他的生活非常简单，
他每天花最多的时间不是看盘，他每天花最多的时间读书，然后他赚的钱呢都捐出来。他还是住在当年买的那一个不到十万块钱买的房子，他还是开当年的那个车，他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开布道会多好，他告诉大家我赚钱却不做钱的奴隶。他引用的经文是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用雅各书说这钱财会控告你们，所以各位你们不只要赚钱，你们要知道怎么理财，怎么管钱，你要知道怎么花钱。讲完以后说各位你觉得你以前都错了，你想要蒙福的啊，这时候请你们来举手决志。他说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例子，那个人叫撒该。撒该认识耶稣之后，他终于知道怎么看待钱，他把一半拿出来捐给穷人，把过去讹诈谁的还他四倍，这个人当天财富移转。那一天是他转大笔的钱财从地上转到了天上，我们恭喜撒该先生。你们愿不愿意有人像撒该一样，将来在天上住的房子，你们都到了这把年纪了，地上的房子了不起再住五年十年你就得移民到天上了，你有没有准备好在天上有一个好的房子？你们愿意吗？跟着我一起祷告，请问可不可以用理财专家来布道？我们这两天在我们教会邀请一位性的专家，他专门研究性的。我们在二月份跟教会我们要合作一个婚姻营，我们请他来当讲员，讲夫妻性生活。哇，这个我从小在教会没听过的，这个不可以讲的，这讲这很奇怪，干嘛讲这个东西啊？但是他在各地他用这个东西在布道，他用婚姻生活在布道，他每次讲座很多非基督徒来听，讲婚姻讲亲子。他说我讲座，他是一个博士专门研究两性的，然后他也是我神学院的同学，他也是牧师。他讲完讲座他就说，各位你们愿不愿意真正的享受婚姻带给你的祝福？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认同今天老师所说的这些运作的原则，我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到教会来学更多有关婚姻，因为婚姻的起源是圣经，教会就是婚姻的专家。你来到教会，你就遇到很多的专家，他们帮忙你。你们愿不愿意继续到教会里面来？可以布道的。所以教会的论述怎么样从以前传统的那个作为我们里面的成分，那不可以改变，可是我们的包装，我们的行销，我们的这种传福音的方式能不能够做一些改变？如果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改变，恐怕年轻人离开教会也是早晚的事情。最后我的结论就是，光靠家长不可能挽回，不可能，一定要靠教会。在过去人类历史当中，一子而教一直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运作原则。为什么呢？孩子要送去学校，他不听你的话，他听老师的话，他不听你的话，他听同学的话，甚至他听同学的妈妈的话，反正谁的话都听，就是不听你的话。要不要一直教？我们需不需要我教你的小孩，你教我的小孩？因为人的天性就是叛逆的，人就耳朵发沉，人就喜欢新的，所以可不可以换人来教？所以我今天的结论就是，教会一定要帮忙家长。教育固然是家长的责任，但是靠家长不可能，在这个时代不可能，不是农业社会了。
教会一定要帮忙，一定要伸出手，一定要提供资源，一定要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教育。而且教会一定要避免课堂的单向的这种传递，因为这种方式大家自己回去看 YouTube 就好了嘛。教会要更多的团体互动，更多的营会，更多的活动。年轻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宅在家里，只要给我一个电线，我不出门，教会怎么帮助孩子出门？怎么帮助孩子有办法社交？现在的孩子是坐下来以后一起吃饭，每个人都拿手机出来拍桌上的菜，哦，传给不在场的人。这就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跟他最有关系的不是现在同桌吃饭的人，是没有来的人，那才是他最 care 的人。教会怎么样办一些活动，让他们越来越 care 坐在我对面的人，让他们越来越有能力跟身边的人相处。教会不做，没有人做，没有人愿意做。但是这种孩子婚姻将来100%失败，因为他跟他太太沟通都是用传简讯的，吃饭的时候他跟孩子讲不了话的，他从小到大他就不知道怎么跟坐在对面的人讲话。那如果教会不解决，谁来帮助他们呢？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教会不是在用威权式单向式的，教会要规划很多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跟朋友一起长大，在里面有两性关系，在里面有上下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关系，解决一胎化，解决少子化的问题。这是教会的责任。教会要做婚前教育，教会要教导他们什么叫做谈恋爱，教会要教导他们什么叫做结婚，教会要教导他们如何约会，而不是只告诉他不可以婚前性行为哦，你讲的都对，他做不到。为什么他婚前性行为？因为他从小教会没有告诉他爸爸妈妈多拥抱你的孩子，这个人从小没有人抱他，他长大当然要去找人抱或者抱别人。教会要教，现在外面有很多长得很漂亮的女生，家里没有温暖，他们会主动的对男生投怀送抱，教会要教。不然教会的孩子们都很单纯傻傻的，教会的孩子出去真的是耶稣说的如同羊入虎口，你家的儿子养得这么好，这么帅，这么有礼貌，可是你从来没有教导他约瑟的故事。所以当有人在他面前宽衣解带的时候，从此他就成为 总管波提法总管家里面的地下情人，他这一辈子的成就就是这样的。所以教会养的弟兄将来要成才，一定要胜过色情的诱惑，约瑟胜不过主人妻子主动投怀送抱的诱惑，他这一辈子都没出息了。诸如此类就是教会要教的。教会要教理财，教会要教怎么做股票，用正确的方法，不可以逃避，让他们自己摸索，然后失败了才来祷告会说请大家为我祷告。教会永远在收拾残局，我们可不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所以我想今天就呼吁教会，我们必须非常严肃地面对下一代流失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足够严肃地面对，我们就会拿出行动，我们绝对可以阻止这个下坠的趋势，我们可以逆转，我们可以挽回下一代，让我们回到初代教会的复兴和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世界。我们要面对世界和世界的恶者，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都重视下一代的问题，并且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具体的挽回下一代的信仰。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好，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